看健康，女王。现在人呢喜欢打电脑啊，上网看一些资料，眼睛用眼过度之后会产生眼睛的一些相关的疾病。但是你有听过青光眼吗？青光眼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样的疾病呢？我们在今天跟大家好好来讨论一下。当然，我们要邀请我们的专家，就是我们眼科医师杨志胜杨医师来我们现场。医师你好。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达特眼科联盟的总院长杨志胜医师。那我们今天有四位观众朋友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到底他们有没有哪些眼睛上面的问题。那我们第一位就是我们的张晨芳，张大姐你好。主持人好，杨医师，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那我们第二位呢是我们来自古山区少船头里的里长杨中正，杨里长。主持人杨医师，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少船头里长，欢迎大家有空来溪子玩一玩，谢谢。好的，那我们今天李仔带来两个好朋友到现场，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眼睛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陈永清，陈大哥你好。主持人好，杨医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听说我们的陈大哥是在卖那个贝壳的，哈，卖贝壳冰的，哈，大家去西子湾可以去那边捧场一下。好，那再来是我们陈建宏，陈大哥。主持人，杨医师，那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的，那我们今天四位观众朋友来到现场呢，当然就先听听他们自己有什么样眼睛的问题呢？我们先请教我们第一位张大姐。听说你眼睛的状况很多，是不是？对，我的状况非常特殊哈。从早期近视差不多650度到700多左右。那接着就是我有眼结石，啊，有的时候不定时的，有的时候要去挑。那你会那时候是不舒服，是会不舒服吗？就是眼球有渣渣的感觉。哦，好像有沙子跑进去的感觉。对对对，但是它不是沙眼。那沙眼好像会传染，哦，就我所知道眼结石是不会，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大概半年一年就要去清一次，另外还有，年纪大了就有老花了，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等等。是哦。那我的今天是讲青光眼的主题嘛，所以有一次是我的青光眼一直都是那个指数哈，差不多都是维持在19到21.2左右。这个指数指的是眼压的指数吗？眼压的指数，那么通常好像是听说是在20左右的话啊，20以下的话就是比较正常。那我通常 都超过就对了，在20上下。我的症状就是眼睛会发胀，然后引发头痛。有一次比较夸张，有一天我在午休的时候，突然感觉眼睛发胀，不只是胀，而且头痛欲裂。真的。那个时候实在受不了了，眼睛痛到几乎眼球要蹦出来的感觉，真的这么痛，所以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赶快请我先生啊带我去附近的诊所啊，去看。那么那个时候眼压居然高达24、25，我从来没有飙到这么高过。后来医生也不过就是给你眼药水，开眼药水回来以后再控制眼压，如此而已。对，那我陆续又点了好多回。另外其他的毛病就是包括我刚刚所讲的一些毛病。对，那么干眼症也是很严重。后来我是因为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下，因为我发现有一段时间持续眼睛啊突然觉得好像看外面的景色都很昏暗，尤其是早晚，尤其是开车的时候，那面是大白天的觉得很昏暗。对对对，尤其是晚上开车啊，晚上开车这样子很危险，又觉得很昏暗。对，而且后来之后我就去找医师帮我看看检查，发现是白内障。因为开白内障的关系，所以导致我的青光眼也有改善的情况。一次刀，然后治两对两个那两针口，那时候真的是好高兴啊！那到时候可能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好像杨医师这边也曾经跟我解释过，那待会儿可以请杨医师来再帮我们进一步的说明。所以我想问一下，当初我们先回到你前面，你发现自己有青光眼，你总是会从。因为很多人有时候像我们还年轻或者怎么样，不晓得自己到底眼睛是只是单纯的头痛造成的，还是眼压造成的头痛，有些人可能还搞不清楚。那你那时候你怎么知道说你是青光眼造成的原因？我想最早的时候就是眼睛发胀嘛，眼睛发胀以后引起头痛。那还好我有请教医师，医师就跟我讲说这就是青光眼眼压还造成眼压高造成的引起来的。那我自己本身有一些后来我才发现饮食跟平常的生活起居要注意的一些地方，我自己可能这可能跟一些个人的习惯是不是也有关系。像比如说我早上起来习惯喝一大杯水，那如果说你喝得太猛，那可能我就会引发一些眼睛发胀的这种症状。眼睛一胀我就头一定会痛。痛。
那还有就是的时候也不能用力。真的啊、这个很奇怪，那待会儿也请杨医师帮我们解答一下。好。还有就是可能是个人的体质，就是喝酒也不行。我以前最早期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的体质，就我连喝啤酒都不行。昨天甚至于昨天我先生是好意，因为我的筋骨不太好，他帮我做了半年的那个药酒，泡药酒，结果我昨天一喝了一下，眼睛又胀，头又痛，老毛病又犯了，还好忍一忍也就过去了，我没有去继续去找医师。所以生活上的一些小细节可能要注意哦，对，要做一些调整，睡觉的时候枕头也要垫高等等，这些生活起居也要注意。好，那我们大家来问一下我们杨医师，到底他的状况是怎么一回事。好，那我们问一下我们杨里长，你本身有眼睛上面的一些问题吗？我的眼睛的症状可是自从那个当里长之后现在发觉到有一点，像当里长之后每天要看的人蛮多，然后所以要注意到，要过目不忘，知道这个是我们里面的人，对，免得忘记，蛮糗的，要认错的也蛮糗。那眼睛就感觉上注意力蛮多、蛮高的，然后随时在注意人的，所以需要用眼的那个频率很高。所以之前眼睛都不会觉得干涩，现在常觉得干涩，而且干涩就常眨眼睛，然后当要睡觉或累的时候，打哈欠的时候，反而泪水更多。老板以为，看你应该还蛮年轻的，怎么老板以为奇怪？就最近就有这个症状。看人看太多了哦，还是看妹妹看太多了，真的有问题哦。那可以分析一下，到底是因为哪个因素造成？为什么眨眼啊？然后打个哈欠会老板以为。然后平常就蛮干的，像现在有是有干眼的感觉就对了。对对对。所以你是只有近视，目前。近视是国中就开始了。近视几度？300多度。从国中就一直维持到。那还好。还有，我想说，看李明看太多啊，看美美看太多，近视加深，那就不好了。对，好。那我再问一下陈大哥，你呢？你是什么？我看你好像没有戴眼镜啊，应该是眼睛是正常的吧？我是散光比较严重啦。视力是 OK 的，那散光几度？但是散光现在。是200多度，200多度啊！你都没有在戴，没有啊，没有，需要看妹妹的时候才戴就对了。应该是这样。那因为最近哈，就是在看那个报纸啦、看书啦，都觉得说就是雾蒙蒙的这样啦，然后老是在揉眼睛这样，想要看清楚，也是容易疲劳，眼睛容易疲劳就对了。对，所以这一次刚好我们里长要找我来上这个节目，有机会来。请教一下医师，请教一下杨医师，这样我好高兴呢，就赶快跑过来，就不用去挂号当看门诊，直接这边看就好了。对对，免费的门诊好不好？虽然要坐一个小时，那当然要来了。真的要来了哈。好，等要不要好好请教一下我们杨医师？来，我们陈大哥你呢？你有戴眼镜，那是近视吗？哎，对，你有眼睛上面的问题。因为我真的工作需要，我想请教杨医师，因为我常常整天都时常在看那个资讯看盘哦，眼睛哦整天都盯着看资讯看盘吗？还是看？会感觉到哦，有时候时间长久哦，会变成眼压好像很重哦，眼睛干涩哦，会猛流眼泪。你也会流眼泪，相当不舒服哦。眼睛有时候严重一点哦，累疲劳，我眼睛也有带着模糊的，也是这样，忽然间一层膜在这边就对了。请教杨医师，像这种哦，整天每天必须要盯着荧幕工作的，因为他哈，我来说明一下他的背景啊、我们陈大哥的背景是很不得了，可以讲吗？杨里长可以讲啊、他是我们的少船头里那里个唯一一间银楼。好，那银楼要看什么？看黄金的那个价格的波动哈。这个黄金现在大家炒得很热，所以要看这个啦。重点是它的状况就是要必须每天盯着那个盘这样子，所以眼睛就很容易疲劳哈，很容易酸就对了，然后也会流眼泪吗？也会就对了。好，那综合四位的状况，我呢应该也是跟一般人一样，电脑看太多眼睛会酸，然后会胀，然后甚至如果睡眠不足还会有一点点血视的感觉，就红红的，好像 红眼睛那样子。好，那请医师针对我们五位好好来分析一下，对症下药。好 ，OK， 我想首先哈，那个张小姐她的问题比较切合今天的主题啦。对，就是说她大部分就是说，因为刚刚讲就是说眼睛因为眼压高的时候呢，其实眼睛大概20以上，慢慢的我们眼睛就会开始发胀的感觉。因为就像我们眼球就像
就像一般的球一样，它有压力的，压力如果太大的时候呢，当然眼睛会有感觉，那如果太高呢，就是眼压一直高，如果高于20以上呢，我们它会压迫到我们眼睛，眼睛里面呢，那个我们的视神经是属于软组织，那我们眼球旁边呢有，它从结构来看呢，这边有一颗眼睛，好，我们说明一下，这个我们放大版的眼睛，好，就是说这是我们眼睛就像一颗眼球，所以叫 eyeball， 英文叫 eyeball 就是眼球这样子。那我们的这里，好，这里就是我们的视神经，就是我们视网膜呢收集一些资讯之后呢，感光之后呢，会把资讯经过视神经传到大脑去。所有的里面这个白色的地方，白色的地方，其实我们白色的地方其实真正名词叫巩膜，好，巩膜它是一个维持眼球形状的构造，所以它是硬的。它是硬，里面是软的，外面是硬的，比较硬的组织，外壳这是一个硬的组织，只有视神经是软组织，所以当眼球这个球压力大的时候呢，它总要找个地方发泄，就是从软组织地方去压迫去发泄，所以它会压迫到视神经，好，所以眼球压力越大，视神经就被压迫的越多，因为它是最软的地方，最软地方，它从软的，所以压到软的地方，软的地方被压久了之后，当然视神经的细胞会死掉，就会造成视神经的伤害，那最有变化会从视野先开始有变化。所以刚刚张小姐她讲说，有时候在昏暗的地方，或是她觉得到一个程度之后呢，严重程度之后呢，就觉得晚上呢，连黑暗的地方都感觉怪怪的。